都一样哎、欸，这样子很帅，希望大家都有看到这个字。那天应该是没听到、啊，有人没看到，有人不同车哎、欸，凭什么？哦，很不合群哎、欸，我们一群小黄没看到吗？高级车小黄，一堆一样颜色，对啊，好酷哦、喔，应该是有人不合群。车又飞了，哎呀，哇，这个车也太会飞了吧，这台。没有，这台车太滑了。一对飞车啊！对啊，这个车超会飞，直接飞起来、欸，傻眼。这个素材对吗？平行的时候，大家是。哇，这个车超级飘哎、欸！不应该选这台的。我们等一下下去玩别台车，你们可以先想一下哪一台车比较好跑，我们大家选一辆。放毒的很好跑，看好多人打滑。哇，这台容易打滑了吧？对啊，这台车超级容易打滑，烂死了，超级容易打滑的啦。之前这个大家真的没改过车，因为在平行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追到对方，跟刚刚那个，跟刚刚之前那几局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大家都会撞的。这个平行的时候，你看我还可以追到对方，这样才是正常的比赛。OK， 他那个位置飞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速度太快了，然后过弯过不快，然后又有斜坡就飞上去了。超会飞，这台好烂，超烂，超飘，考验我们真正技术的时候了。没错。哇，还是技术啊！不要！屁啦！落后了。谁啊？我啊。没事没事，你们跑。太快了吧！慢慢开。前面只要有人撞车，我就可以超过他了。跑几圈啊？一圈吗？两圈。
在最后翻车了。我直接滚进终点里面。啊。哎，别等，别等，别等，你就冲就好了，没事。这样我才有进步的很大的进步空间。想说我最后每次应该就练练一下那个转弯的时候。这台车不适合练转弯。对啊，这台车会一直撞哎、加油，25秒，可以的。你前面就是终点了，加油。跑得完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跑完了，跑完了，跑完了。耶、yeah, ，还行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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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选这台车。对啊，我们哎，他、欸、哪是哪台车好？好好好开。那个。奥斯洛的放逐者。那你现在打，大家都一样的车，你俩打。再玩一场好了，再玩一场，再玩一场，我真的。要不要开通宵啊？我觉得很好玩啊！不行，早上要练枪，不可以，我不可以荒废，不可以荒废吃鸡。我练了这么久，我真的练很久，我的一零点多哎、欸，好不容易现在有一点点进步了，不行不行，现在不可以放弃。因为你们刚好开始看过我玩，哎、欸，怎么按重了、啊？哎、欸，可以可以。